师父，你来了。嗯，姜茶，洛溪村妖邪为患，须得你下山平妖。是。 并非洛溪村人，却也放他不得。暂且将他带走，以免坏了我的事。你十昧灵性，救人心切，却因修为尚浅，失手被擒。此行务必将其平安带回。弟子领命，定不负师父所托。
把它收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